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马的盖打开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对不起打倒了，打倒以后呢，我们首先呢哈，还是需要什么，因为要拆这个乾坤桶，乾坤桶呢我们会需要先把电器松一点，把电机松一点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螺丝，这个螺丝我们只要松一点就够了，不需要拧，不需要完全拧下来哈，要不然螺丝松一点，松一点点就够了，这样呢我们方便什么，方便把那个把小皮带拆下来，这样松一点，松一点呢，我们就用手按住，把这个转动松叶盘，把这个小皮带拆下来。这小皮带拆掉了，拆掉下来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盘子放开，拆这个螺丝，我们再去把后滚筒拆掉，后滚筒拆掉的话，我们先把这个保护器正起来，
测工具。再去做了，我们把前滚筒装上去的时候先要套上去，套上去以后呢哈，把这个和枪的装过去，这里有洞，把它放在洞里面就可以了。拧的时候呢哈，拧的时候呢，我们记得哈，把这个轴哈，这根轴放到这个铁片的中间，拧到这中间就可以了，我们就不需要拧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螺丝拧起来。我们再把这个拿起来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前滚筒、后滚筒把它拧起来。两边哈要拧的样多，你看这个轴跟这个铁片的距离，两边是需要一样多的。啊，这边不够，我们就拧上去。这个距离跟这个距离一样多，就差不多了。
三味线，把两边的放上去。第二把螺丝先上，这上面的，把它拧紧。对了，我们把这个小皮带装起来，先要套上去，套到这个电机上面，套到电机上面，用手压着这个，用手了哈去推这个跑带，往前推。这个可以把这个再松点，上上去了以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往回拨，对，再往前推，这个电机是成一根直线的，直线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拧紧，再把这个拉紧，拉紧的要这个电机是成平的，再把这个螺丝也稍微顶紧一点点就够了，然后我们把这上面两个螺丝固定，固定了以后这个电机是平的，这个小皮带也是直的，这样直了以后呢哈，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盖子盖上，
把保温器打倒了。我们把马达盖，把马达盖装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们还需要聊保带，我们把保带取出来。把电插上。我们还要开通电源，调一下跑步机。调一下那个跑带，因为换了前轮了，它跑带偏不偏移？跑带往这边偏了，我们这边的螺丝要拧紧，往那边拧，放前。少了一点，我们再拧一点。这样两边呢就差不多，那就可以了。